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休息了。我知道，你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接受我这样一个闯入者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等你。 乔经理，昨天晚上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啊！你看我这一忙就给忘了。啊，刚刚我朋友送我一个小饰品，就当做是礼物，向您道歉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忙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了啊，再见。总经理。 心里我就跟你那么可爱啊！嘿，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还神神秘秘。
你们昨天玩的怎么样？很嗨吧？嗨，别提了。怎么了？你都不知道，那场面有多尴尬，多扫兴。嗯，昨天晚上呀，我们等了童心整整一个晚上。你猜，后来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是吗？童心呀。 是被 VIP 别墅的那个客人就是那个三百朵玫瑰给送回来的，啊！而且呀，我听莎莉说，他们两个还……啊！那后来嘞？后来我们只好走了呀。那场面呀，别提多尴尬。没事，哎，别看，静静的，上上来，听说。 哎，你们俩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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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
温泉村马上就要营业嘞，看起来很不错哦。哎呀，这可不一般啊，我一定要享受一把。哎，你说咱们员工一定有折扣的吧？林总经理真是能干，刚回来没多久就有大项目完成，跟着林总经理工作真是值得庆幸哦。昨天刚被放鸽子，今天就满嘴的谎话，这女人啊真不长记性。哎呀，王总，精品，闪变，闪变。哎，小宋说下个礼拜要去参加相亲节目，真的？那我们可以去现场当后援团了。哎呦，这种节目啊都是假的。你看到过好的货色拿到市场上去叫卖吗？哪有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就是去参加相亲活动才找到老婆的。Helen 姐，你要不也去试试？像我这样 sexy， 你觉得需要吗？您是用餐吗？什么？哦，哎呀，yeah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呀，餐厅还没有开始营业呢。啊。哦。哦啊。哦哦。我可以等吗？那好的，那您请坐，我给您倒杯茶。OK。谢谢。好。谢谢。Sorry. Sorry. Sorry. 我主要是Helen。Helen。不好意思，我给您擦一下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自己擦一下。Okay, 实在抱歉。No problem。我来。Sorry。谢谢。先生，要不我先给您拿菜单，您先看一下。OK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推出来的菜品。OK。And
Angelina Jolie， 呀，你的眼睛非常像美国女演员 Angelina Jolie。哦，是吗？你有人跟你说过吗？您还真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你的美。是吗？先生，您看一下菜单。哦呀，点菜啊 ，OK 啊，哦，小甜豆啊 ，OK， 三鲜汤，这个看起来不错啊，三鲜汤，要不就这些吧。好的。哇，既有成熟女性的风情万种，又有年轻女子的懵懂羞涩，真是太难以置信了。先生。这是你的。先生，您是来旅游啊，还是来工作啊？我工作。我就住在你们蓝宝石别墅。哦，您是我们 VIP 的客人啊。哦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en。Jack。Jack 你好，请坐。啊。您是一直都这么会夸女孩吗 ？No， 我是从来不会随便夸奖任何一个女人的。在这方面，我是非常吝啬的。是吗？我不信。先生，那我先给您下单。OK。Excuse me。先生，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吗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可以留一下 Sarah 小姐 Helen 小姐的电话号码。谢谢先生，我。还是先给您下单吧。往右靠一点儿，小心啊！你觉得怎么样？喂，发什么呆呢？哦，没有。哦，这个画挺漂亮的，顿时房间就多了一种古朴的气息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在怀念昨晚那个深情一吻吗？说什么呢你？虽然我没去，可是我有很多眼线的。你跟蓝宝石别墅那客人怎么样啊？一吻定情啦？别乱说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就没有答应他。你看你，旧爱忘不掉，新欢又想要，脚踏两条船的女人真的很恐怖哦。您好，两位，我们九龙湖里啊有黄刺鱼、湖虾、胡螺丝、胖头鱼，还有河鲫鱼。您看两位需要点什么？来一份清蒸黄刺鱼吧。好，清蒸黄刺鱼啊，您两位稍等。嗯，谢谢。我听说啊，这家黄刺鱼特别好吃。啊，是吗？嗯，而且特别有味道。
喂，你好。哎 ，Helen 吗？哪位？啊，是我 ，Jack。我们在餐厅见过。哦 ，Jack。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哦，今天晚上。哦，好的。啊，那就今天晚上见。All right。嗯，拜拜。See you tonight。小姐，这边请。这个请。哦，啊，嗨，那请坐。哇哦，您真是，请慢用。太美了。谢谢。哎呀，真是不公平啊！你看你，比 Angelina Jolie 要美丽的太多了，可我呢，就比 Brad Pitt 帅这么一点儿。杰克先生，你可真幽默。啊。送你个小礼物。这是送给我的。给你带。这会不会太贵重了？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其实，说实话，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有人会送我这么漂亮的礼物。我记得 William Shakespeare once said， 啊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女人天生就应该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即使她是一个丑小鸭。可当她遇到一个爱她的男人的时候，她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天鹅。Cheers。你们说 Helen 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没有亲眼看到的，就昨晚上，那个餐厅超贵的。Helen 熬了这么多年，她男朋友什么样啊？朋友说的，那个男的超有钱，光那手表就30多万了。他怎么搭上这个钻石王老五的？哎，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钻石王老五啊？说不定他已经结婚了，孩子都一大堆嘞。我看不像，看看能看出什么呀？瞧瞧你们一个个，眼睛睁得比炮弹还大，是麻雀是凤凰，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的。哇 ，Helen， 你这项链也太漂亮了，钻石的吧？这么大，这多少分啊？这说可拉。Helen， 听说你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，这是他送给你的吧？是的，对你真好。我男朋友连个假的他都嫌贵。你命真好，真好看。
缘分这东西嘛，很奇妙的，说来就来了。Helen， 要是你嫁入豪门，是不是就不用上班了？哦，这个嘛，我倒还没想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这个杰克要送我东西。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乔伊娜小姐吗？是找我吗？你是乔伊娜？对。好，请您签个字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成功还真是细心，以为我还在生他气呢。客人投诉，床单上有污渍；1513号房间客人投诉，地板没刷干净；1706号房间客人投诉，枕头上有口红印。哪个白痴跟枕头接吻了？1513房间不能怪我们，是前台没有跟我们说清楚，我们还以为那天没有人入住呢。没有理由啊，那要不要我把前台人找过来一起对质啊？我的意思是说呢。还有你，这个月3天迟到，4天早退，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乔经理，我儿子生病了。跟你说了多少遍 ，housekeeping 的关键在于 monkeeping。你们老老实实做好你们的分内事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。我们知道了。看看你们一个个什么状态？工作，不仅仅是工作。你们要像爱一个人一样去爱你们的工作。温泉村马上要开业了，旅游旺季也要到了，会有大批的客人来到我们的饭店。我们一定要上上下下一条心，以最饱满的热情、最昂扬的斗志，投入到每天的工作中去。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，散会。工作就像爱人一样，饱满的真挚，热热的热情。你送我这个小玩意儿，还送我情歌，你对我这么用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，减轻你的负担的。喜不喜欢？好不好听？啊！我是说，你喜欢里面的歌吗？喜欢，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真的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这几首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我挑了整整一个晚上啊！啊！这个是你送的？对呀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难听。难听死了！可是你刚才说如梦如幻的，是梦，噩梦。我知道你很讨厌我，但是昨天我看到你哭得那么伤心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的意思是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谁也逃不了。唯一能做的。就是让这些不开心的时间短一点，再短一点。下次，要是你碰到不开心的时候，戴上耳机，听听里面的歌，说不定会好受一些。我没有恶意，希望你能收下它。好吧，这份礼物算你有心思，我收下。那你听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快！
收下归收下，但不代表我接受你的感情 ，understand？ 你能收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刘正权，这家酒店的大股东之一，也是现任董事长何亚军娘家的亲戚，他现在手里有酒店8%的股份，我们可以从他入手啊。行了，过几天再说吧。为什么？你不要问为什么，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行了。不要问为什么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艾伦，从你大学一毕业，在华尔街我们一起打拼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。10 years, man. 现在你跟我说这种话吗？我心里有数。你没有数，因为你在恋爱。这个时间来找你，会是谁呢？你好，请问文泽凯先生在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扰到你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送给你。送给我的？我不能只说不送吧。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？Of course， 就是一支笔，我觉得你平常签名或者什么的可能会用到。好漂亮，谢谢，我一定会天天带着它的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还得去工作，拜拜。拜拜。Gotta be kidding me, right?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情窦初开的小男生吗？啊！你现在这样怎么工作？我都说过了，我有分寸的。我真不知道这个女人对你做了什么。10年了，我第一次见你是这副模样。OK, Jack。我是爱上了童心，但工作是工作，爱情是爱情，这一点我还是分得很清楚的。那个女人有什么好啊？不就是个小经理吗？我提醒你，因为她你推迟了我们的计划啊！不要忘了，后边还有好几单大的项目在等着我们，耽误一天就损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 ？I don't care about it, OK? What do you care, Romeo?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有了钱，你说什么样的女人你找不到？她不一样 ，They're all the same。只要你把钱放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就会乖乖的趴到你的床上。Do you understand？ 我要怎么侮辱她 ？Alan， 我敢跟你打赌，如果这个时候你给她一个鸽子蛋。他可以把手里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来，求你带他走，你信不信？李杰克，我很严肃的再告诉你一次，如果你再这样说话，我们很难合作下去。很难合作？你觉得我们现在合作很愉快吗 ？OK， I'm going to shut up， 我以后再也不会多说了。你自己看着吧。
坐，可以提顿娜。怎么啦？为了男人。哎呀，有男人烦，没男人也烦，一个男人烦，两个男人更烦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想的。哟，看看，鱼尾纹都多了两条哎。女人呐，既然爱情不能成为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，那就对自己好一点，呵护自己多一点嘛。我没你那么想得开。什么话？女人当然先爱自己了，爱了自己才能爱别人嘛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们泡温泉做 SPA。做 SPA？ 我们温泉村不在试营业嘛，我们一直替别人服务，也得享受一下别人对我们的服务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享受一下。怎么样？好舒服，很久没有这么放松过来。作为现代女性，一定要懂生活，会享受，坚强独立，自求多福。一会儿我们再去开个房间，也当一回 VIP 客人。开房？我跟你啊？我请客。哦，怕我看到你的 A cup。 这就是你们的房间。嗯，一股油漆味道。不好意思，两位小姐，你们两位呢是这间客房的头一波客人，所以呢会闻到一些味道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感到很荣幸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小姐。我们呢这个房间用的是环保材料，所以呢不会伤害人身体。你们可以开开窗户通通风。可是这个味道也太重了，这时候呢应该放几盆吊兰吸吸味道。我们喷过空气清新剂了。空气清新剂有什么用呀？这个时候要挂吊兰，点蜡烛。一会儿呢拿点蜡烛过来点上。嗯，好的。哦，不过点蜡烛容易会有安全隐患，让你们 mousekeeping 的人多注意一下。 mousekeeping？ 我说的是 housekeeping。 哦，好的，两位晚安。等等，你在床头呢帮我多加三四个枕头，我喜欢柔软一点的。嗯，好的。等等，你们的床单好像没有拉紧嘛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不好意思。明天务必跟你们的服务员好好交代一下。嗯，好，那两位晚安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跟你们的客房部经理说一声，辛苦了。谢谢，两位晚安。原来当客人的感觉是那么爽的。如果客人都像你这样，我们就忙死了。哎，我不管。这床很软哎。这个床是实木的哎。哎呀，真是死在这都值。鉴赏饭店就跟鉴赏男人一样，最重要是舒服感跟安全感。你别张口闭口男人男人的，搞得你很懂男人一样。喂，初吻还在的人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错吗？说什么？哎呀！真疼！Thank you.
小姐，这边请。你好，小姐。来。您好，小姐，您这张卡拒绝交易，能不能换张卡？啊？我没带出来。这个。我这个月买了太多东西了。好吧，用我的吧。麻烦您签个字。啊，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开会啊？走啊！下次请二位准时出席会议。相信大家已经看过宣传片了。我们的温泉村从昨天开始已经正式开始内部试营业了。我们昨天去过了，很漂亮。为了庆祝温泉村的开业，也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人，我提议我们举办一个化妆舞会，所有的员工和客人都可以参加。化妆舞会啊，听上去很有意思哎，是不是像欧洲宫廷的那种啊？我反对，办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太花钱了。林总，您不是说过吗？我们饭店要开源节流。开源节流是没错，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宣传温泉村。而且我也会请一些媒体的朋友过来参加这个舞会，这等于是省掉了一笔不小的广告费。我不觉得办个化妆舞会会对温泉村的宣传有多大帮助。行了行了，不必再争了。你们看看，一说到舞会，大家多兴奋啊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，一方面是对我们员工近期来辛勤工作的慰问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。就按林总的意思办吧。谢谢董事长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佟经理了。我？舞会打算穿什么？还没想好。不管你穿什么，我都是那个万众瞩目的性感舞后。哈哈。随便吧。哎，哎，听说要举办化妆舞会。对对对，我们刚才在讨论。对呀，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哎呦，什么是化妆舞会？是大家全都要戴面具吗？那当然，不认识我不认识你，这样才好玩嘛。哎，我们大学的时候举办过一次，我们好多同学都是在那个舞会上考上的。哦，刘经理，你就别这么兴奋了。化妆舞会好像不太适合已婚人士。就是。谁说的？化妆舞会。我扮角斗士。什么呀？那我喜欢吸血鬼，我扮吸血鬼。你们这些呀，都太没有创意了。我呀，要办的是阿拉伯酋长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什么呀？扮白雪公主，你们几个扮小矮人啊？你扮那个矮的，你扮那个高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太没有创意了。哎哎哎，我们都扮小矮人，德叔扮什么呀？我老。我肯定是扮那个卖毒苹果的老巫婆了。乔经理，啊，是你呀？啊，我正要找你呢。那个舞会上你打算穿什么？嗯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事先可以告诉我，到时候我可以请你跳舞，免得你落单，那多尴尬呀。你还真替我着想啊，汪副总。
那当然了，所以你打算穿什么？还没有想好，可是我倒给你想好了。嗯，你可以扮豺狼。豺狼。